大家好，今天是1月21日啦。咁我想拍 school vlog 嘅原因是因为近排就 omicron 就肆虐啦。咁我就想趁呢个机会咧，就下一次 face to face 嘅 lesson 啦。因为呢个是我梦寐以求拍片嘅目标。希望你哋会中意呢条片啦。呢條片就去到呢度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拜拜。